大家好，请掀开感应篇第101节。这个书啊，总有124节。我们希望早一天把它讲圆满。这个许多问题啊，耽误了很多时间，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答复啊。这一节有四句：短池、下度、清称小身、意为杂针、采取坚力。注解。一开端就讲这个四句，皆小人贪利之死啊，彻度深称之类，所以品物价业人情，世人和两样，大入小出，重入轻出，其摄心只要便宜而树枝得半分便宜，却省一分福德。宽一我损人，必有天阳雷火之分，未必非为此也。或有主人不知而是出入之子弟，前为之，其罪终归家主，不可不察也。这一段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世间人，现在的社会，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几乎是不胜枚举。至于以为乱真，古时候有，但是很少。现在就是连药物买真的都不太容易了。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，中药店里面呢，去买两粒片仔癀。回来之后啊，一看呢，里面一粒是假的。你说有什么法子？我在香港，香港很多同学告诉我，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。世风到了这种地步，使我们想起啊，鬼神所说的“天上不安全，地上不能住”啊，这个话很有道理。鬼神都居众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也应了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给身边同学们说，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，唯一的一条生路啊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真正有德行、有成就、有慈悲心的人话了。
世道人心变了。他这个地方有一段说，他说进来就是市场里面的东西，几乎啊假的比真的多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看，世道人心变了。啊，凡是饮食、医药，啊这些用品，都有假的，而且假的胜过这个数量啊，多过真的。丧心害人，莫此为甚呐！啊，至于使用假银子，现在用假钞票，啊，伪造的一些证券，其恶更甚呐。天诛有数啊！啊，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啊。所以，我们凡是做一桩事情，总得要想想，能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。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我们起个念头，这念头该不该做？啊，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吗？能对得起芸芸众生吗？如果自己觉悟到这是不善的，赶紧制止。绝不能再做。他幕后举了古人一首诗说，越奸越巧越贫穷，奸巧原来天不容，富贵若从奸巧得，世间呆汉戏西风啊。这是古人的一首诗啊，我们看看这首诗，他讲的话应验不应验？似乎今天呢，越奸越巧的人他越富贵呀。所以，相信因果的人少了啊，认为因果。之谈满有凭据啊，看看世间许多积德修善的人反而落得贫苦不堪，作奸犯科的呢都好像是洋洋得志。这是今天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。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说清楚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佛讲了啊，那些人作奸犯科的人呢，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，虽然今天越奸越巧，折福了，折掉福之后啊，他还有余福，他还有剩下来的福，他享他的余福。绝不是作奸犯科能够得福报，没这个道理啊！积德修善的人现在还很贫穷，过去生中没有修福。他要不修福啊，他的生活比今天还要艰难。我们想想，佛所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啊。如果这些前世修富贵的人，他要不作奸犯科，安分守己，他的福报大了，他的福报享不尽呐。这一生到寿命终了之后，他的福还享不尽，来生还有大福报。
纵然这一生不修福，光享福都享不尽。如果这一生再要能修福，生生世世这福报无有穷尽。可惜呢，现在的世间人不读佛书，不但佛书不读，圣贤书都不读。不仅是圣贤书不读，好话听不进去。见到人劝善的话了，他赶紧躲开了。走得远远的。如果教他作奸犯科，他欢喜接受。亲近恶知识，远离善知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报享不久啊。真的是古人所谓舍火点光，福报大的能够享一辈子，福报要不够大，到中年晚年就衰了。这个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也看到许许多多，四五十岁就衰了，衰败了，公司倒闭了，债务累累，到处躲避，这是什么？过去生中福报啊，不是很厚的，作奸犯科，很快就享受掉。我们看到有许多作奸犯科的，到了晚年七八十岁福报还是很大，那是过去生中积累的厚，虽然做种种恶事，这福还遮不尽，那个底子太厚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，应该如何修学，如何教人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劝善归过大难大难呢，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可是我们要不要做呢？一定要做。有机会隐居，有机会住山，有机会不闻世事，独善其身。你有这个机会，也要舍弃。世间善人教导我们，安安而能谦呐。我们的心安、身安，可是社会不安、众生不安，我也要舍弃我安稳的生活，去奔走，去帮助别人。这是慈悲心的。菩萨更是做众生不勤之有，比儒家比任何人都来得积极。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为什么呢？不是隐居的，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服生活的，
那哪里叫菩萨呢？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的，这是菩萨。菩萨遇到困难绝不躲避，勇往直前，待众生苦啊！行愿品里面，普贤菩萨讲这个供养的时候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就是指的这一桩事情啊。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大家都一样啊，都是业力受身的。业力可以转变成愿力，转成愿力就是尘愿再来。我这个条件能转吗？修成菩萨才能转呢，我是凡夫啊。天台家讲能转，华严经里面讲能转，净土宗里面讲的转得更快。天台家跟我们讲的一心三观。一心三谛，那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转呐。当年天台宗的祖师会这个慧思，隋朝时候人呐，读《法华经》，读《中论》。读到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他就悟了，他就转了。传道智者，智者奠定了天台宗理论的基础。成为大乘一个学派呀，怎么不能转呢？又误入三轮体空啊！三轮体空就是四相破了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！心地当下清净平等，不生烦恼了，昌盛智慧呀！他们能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？烦恼习气不肯放下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起心动念呢，还不肯为别人着想，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好处，这就没法子了。祖师大德跟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。如果我们一念回头，放下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想社会大众、苦难众生。你就转凡成圣了，你就做佛做足了，你智慧就开了，烦恼就断了，一念之间呢，这个一念转不过来，转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过去讲过很多，两个原因。
第一个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；第二个，读经太少了。烦恼习气重不怕了，只要常读经，多读经。多读经，多亲近佛菩萨，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，多听佛菩萨教诲。烦恼习气重的，讲一遍两遍不会悟啊，讲百遍千遍也不会悟啊，讲上万遍、十万遍、百万遍。也许豁然开悟。自古以来，这种例子很多。所以，不亲近善知识，我们今天亲近善知识，读经呐。不亲近善知识啊，永远不可能开悟。看到这个世间芸芸众生，哪一个不是随身烦恼？哪一个不是自私自利？甚至于还有人说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哎呀，这一听到这个话了，这应当要自私自利啊！自私自利是真理呀。这些言论呢，似是而非的谬说。我们要有智慧辨别。那么在新加坡，许哲居士、李牧原居士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你看人家表现的没有私心，没有自利，一切为众生，生活所需，已经到了最低的水平了。工作量超过常人许多倍呀！人家身心健康，无有病苦啊！不但没有病苦。没有劳苦你再问问他们，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呢？没有死苦。生老病死苦离开了，求不得也离开了，爱别离也离开了，怨憎会也离开了。五阴炽盛也离开了。你看看人家，罢苦，现前就断了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。我们时时看到。为什么不肯学习呢？为什么还是不能放下是非人口，不能够放下名闻利养，依旧是作践自己。这是佛法讲的愚人呐。也就是经上常讲的一禅体。
所以我们自己冷静认真反省，我们是不是经上说的愚人一禅体啊？纵然是一禅体也有救，这《法华经》上说一禅体也有佛性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遇到大乘佛法，遇到了义佛法啊？若能遇到，又有机会尝试熏修，一禅体也能在这一生成佛啊！这是我们要汲取的啊，决定要把这一些恶习全部都改过来。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众生，我们也不求好处啊，不是为福报我们才干的，为利益我们才干的，这个心已经不善了啊。我们为一切苦难众生做啊，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走啊，不是为自己利益，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啊，这个与佛法才相应。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看感应篇第102节，亚良为戒，慢目于人。这个两句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几乎是很常见的了啊。那么这是不忍恕之物最后的两句，我们感应篇都到这个地方，深深地感触到现前社会造作恶业所感果报的可畏。为什么现在社会一般大众对于造作恶业在习以为常，丝毫警觉的这个念头都没有？几乎把造作恶业当作正常，偶尔行善会令大众感觉到奇怪啊，好像那是反常。这个现象决定不是好现象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现前社会中国外国都一样啊，善恶的标准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不知道什么是善，
不知道什么是恶，把恶当作善，把善呢当作恶，善行不消为，恶业竞争者去做，所以世界才会有末日。前途并不可观，西方宗教家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。世纪末，诸位要知道啊，不是1999年的，是今年。21世纪要从明年开始算起，不能把2000年算在21世纪。你算账的时候，你算1到1000才是整数啊，你不能算到999啊。今年才是真正的世纪末。可不可能有灾难呢？我们把感应片拿来对照一下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善恶的标准丧失了？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虽然说得很好，佛讲了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，孰无怪也？佛讲这几句话，非常沉痛，非常婉转。也给我们提醒了警觉。先人无知，这是讲上一代啊。上一代的人只着重争名逐利，把教学这个事情疏忽了。当然，人人都趋向名闻利养，鼓励竞争，这是反教育。中国几千年来，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，教人忍让。都教人退让啊，没有教人竞争的。所以教人竞争，这是反教育啊。真是恶念恶行呢。换一句话是，提倡恶念恶行的教育，把那个善念善行的教育打压下去了。那这还得了吗？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，种善因才得善果，造恶业必定感恶报。今天是什么社会？我们再回头想想自己，自己存的什么心？是不是天天在社会上竞争，不择手段的竞争？所以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，社会教育也没有了，学校教育也没有了，而且这三方面的时候都是反教育，
这个社会还有前途吗？啊，开心法师，这诸位也很敬仰的，啊，台南开心法师往生了。我听那边同学告诉我，他在走之前说，台湾上空一片乌云笼罩着，台湾如是，今天全世界整个地球都蒙罩着一片乌黑。智慧是光明啊，贪嗔痴是黑雾啊！啊，我们想想，几个人真正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啊，戒定慧放光啊。贪嗔痴冒黑气啊！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就在我们眼前。13年前。李炳南老居士往生，往生之前前一天，他告诉同学们：“世间已经乱了，佛菩萨、神仙来都救不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唯一一条生路啊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这过了十几年了，现在看看这个社会呀，想想李老师这句话，完全应验了。我们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，还有什么好办法？”发大慈悲心，帮助这个社会，也只是尽人事、听天命而已啊！怎么能不悲哀呢？啊，看到这两句话，亚量为鉴。注解里面这是下意的。我们看现前社会这个现象呢，广义的。欺压善良，谚语里面所谓的“好马被人骑”。好人被人欺啊，于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人，好人受人欺负嘛，好人社会瞧不起嘛，可是自己要知道，我们去学做恶，学做恶人，也占别人的便宜。这一生，短短几十年过去之后，来生怎么办？有没有想到？来生是三途地狱。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
我们这一生做好人，是受人欺负。不要说是世间好人被人欺，我们在佛门里头，你想做个好人，凭良心来修行，也受压迫，也受侮辱啊，也有人欺负你啊。谚语常讲，同行相忌。障碍重重，我们只有祈求佛菩萨保佑，实在讲，做一天算一天，不敢想明天怎么样。有机会就做好事，没有机会老实念佛。只能做到这样啊！底下一句，慢慕于人呢，这是以自己的小聪明、小智慧，佛家讲是智变聪啊，用些阴谋巧计欺骗众生。使这些愚人不知不觉都上你的当，都被你利用了。注解里头有几句话说得好：愚人不识直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的。没念书、不认识字的，这里面还有很多有高智慧的人。我们现在才看看这个愚人。什么叫愚呢？没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善恶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。他大学毕业。他拿到博士学位，还是个愚人呐，很多很多啊！这个世间有很多邪教，你看他们信邪教去了，就是这一句里所讲的。邪教里头传教士用这种方法。欺骗他们，他们没有能力辨别，把邪当正。似是而非，这些人跟着他毁谤正法，欺压、侮辱真正的修行人。他以为自己是真修，自己得神明保佑，这个话不假。得哪些神明呢？邪鬼恶神保佑他，所以他也很有势力啊。我们凡夫惹不起啊，他不是真神啊，不是佛菩萨。妖魔鬼怪呀，跟他结合在一块呀！往往我们看到人众势大，现在人讲财力雄厚，气势很大，信徒很多，分店呢？遍满世界，这是古德所说，在这个时代，
发若魔强啊！啊，魔的气焰高涨啊！啊，佛弟子可怜呐、啊，真正修行人可怜。那么这些人气呀、啊、善良，他的罪过非常非常重啊。干这些事情的人，必定有恶报。被欺骗的人蒙昧无知，他不知道上当，也不知道吃亏。当然，更不可能跳出魔掌。可是妖魔鬼怪呀、啊，必定受到因果的报应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自己感到很幸运，这一生的人生呢，能闻到正法。相当不容易啊！古人所谓“百千万劫难遭遇”，这是真的。闻到佛法之后，如何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？完全靠自己信心、真心。还得随缘随分求解。佛家的理很深，要明了，要通达。你明白了，你的信心、愿心才坚固不退。为什么听信别人谣言，这妖魔鬼怪天天散布谣言呢？你为什么会听信？是你对于经论的道理领悟太少了，你经不起诱惑，原因在此地。所以你看，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广学多闻。深解意趣，果然能够深解，智慧开了，你就有能力看穿了妖魔鬼怪的伎俩，你不会为他所动啊！他的势力再大，徒众再多。我们生活在周边界识魔境当中，也能成就。这个才不辜负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。而自己要守住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，他们的教诲真实智慧，无尽的慈悲，经常常要读啊，天天要读，
不能一天不读。啊，读的时候要解其意，要依教奉行。不必读多。啊，贵精，不贵多。一天能学一句，落实一句，那就是无量功德了。啊，念得太多，一句都做不到，等于是白念了。啊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并无功德。一定要做到，认真努力去做。我们自己做到了，就是劝化别人。啊，我们自己做个好榜样，给别人看的。啊，周边的人看到不觉悟，还有鬼神呢，鬼神也看到。3天前有同修做梦，啊，打电话给我说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佛堂上所供的那些牌位，啊，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供牌位是不收钱的，供的数量很多啊！这些人托梦啊，把话传来，要求啊要到新加坡居士林来听经念佛啊，打电话来告诉我啊，所以我听了之后。我在这边念佛堂讲堂跟大家说，我说也许你们还修得还算不错啊，还有鬼神，还要来是来参学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供了几个牌位，啊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往生堂上众林等，给他供一个往生莲位。哦，我也联想到了我们台北还有图书馆呢。啊，图书馆我们在的时候供的这个往生牌位不少。啊，我们也把它请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也供了。啊，台北华藏图书馆。啊，往生堂上众林牌位。啊，还有这两个道场，四众同学冤亲债主，啊，我们也供一个超度的牌位。我们肉眼凡夫啊，见不到啊。啊，有些人能够见到的，给我讲，每一个人那个冤亲债主后面排队呀，几里路长，看不见呐。你说可怕不可怕？啊，这个话我相信啊。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菩提道上为什么走得这么辛苦？冤亲债主太多。你想成就，你想解脱，他不甘心，他要报复啊！啊，报仇报怨，讨债还债，这些恩恩怨怨，
没完没了，麻烦事情可就多了。我们学佛的人相信，这个决定不是迷信。那我们要怎么做法呢？因是已经种了，唯一的办法从缘上解决。我从今之后再不造恶了，痛戒恶言恶行。更重要的，把恶念呢戒除，真正做到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三业戒善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。我拿这个还债呀、抵债呀，我相信冤亲债主绝大多数愿意接受，这在化解菩提道上啊，才能够一帆风顺啊。所以我们常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就是十戒解愿。但是你要想想，我们拿什么功德呢？念一遍经没有功德，拜个佛有没有功德？没有功德，心行不相应，起心动念还是自私自利，所作所为还是损人利己，哪来的功德？礼佛，怎样礼佛才有功德呢？拿礼佛这一份恭敬心，恭敬一切众生，这个礼佛就有功德了。我对佛这么恭敬，我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恭敬，这个才是功德。对佛很恭敬，对人不恭敬，这个没有功德。念经结义奉行就有功德，光念不结其义，也不知道落实，念经没功德。没有功德，那个回向啊是打妄语啊。打妄语就有罪过，鬼神讥笑你，鬼神不会原谅你。所以我们要真修，从心地、从言语、从行为，要改过自新。善恶的标准，感应篇是非常好的教材。印光大师为我们介绍，为我们推荐，让我们读这个本子，这个本子就善恶标准。这上面所说的善，我们做到没有？这上面所说的恶，检点检点，我们自己有没有犯这些过失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这就是功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